见过六军队，一木子是吧？要不咱叫你们？你们家少呗，你们少呗，少几个小工啊？咱看人家小妞啥的小。这样插以前天上没有插座，这样插座。对，这样连接插座，到时候了那充手机哦，到时候还方便点。以后不养你了，可以给你盖上顶梁了。看这状态，让你不连夜一天。连夜不连，后半年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要不我家兄弟太便宜了。对了，要不别这么快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咱俩，对呀。慢慢弄好，没接量。你这啥也想干？你是看这扔个纸，不是扔个西瓜戒指吗？你这种人店里面不得会说的好看是呗？对，人家给弄个这号，那俩插嘴。地下那个地下那地方能化开的，这天天这化人烂，原先这个家对流吧，这非常过去干啥动了？这人家又要停工了呀？啊？又要停工了？谁要停工了？人家这不是交警给这买的线不是？这是人家一般人在这干的，人家这往天上刮泥、喷漆呢，又管又干活嘞。人家可能明个有可能来不了。为啥来不了？人家不是在别的地方还有活呢。有可能干，有可能来，有可能来不了。现在这活儿干不了，怎么办？不确定的啊。哦，你说那管你的，不说这还不是一个。对，你看谁干啥都是干啥，都是专业也是干的。哦，人家管你了，人家那些年人都背活了，人家有空了是来这的。嗯，就假如都背来了，那明个有可能来，有可能来不了。这个谁也说不好。再一个，人家我说还是啥的，管你就是管两三遍了。你刮上去了，这天天不是每天阴天，天不好。嗯、你刮上去了，直接刮回来，你得等人家干了。刮不干了，你不能打磨，又得停工。比如说直接刮一天了吧，你像第二天再直接干了，不能干活了，第二天又停了。怪了，那叫你说这个，你干干停停，干干停停。那叫你说那这黑点装修不背？这我这那啥，回来这人家这老老正正，再说正正我。装修工了，把那屋里泡泡味儿，等我盖上卫衣，等我好话回来了，你说不万一也没抹，你那屋里那日常屋里堆的满满的，那东西都扔到那溜来，下脚地上还抹。那你一说又停工的，黑点弄不背我，肯定着急。那你着啥急？那着急不得？那放假了，回来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家，连那啥，比如说那个卖的地方、睡的地方都没有家。那你不得？刮上你，你用砂纸打磨平了，再刮一遍。你干不了，你不能打磨，一打磨再刮还掉来。弄不了太不，再不拍拍，这还是一时。不是，那边都是那一心儿的，正在那掉的。我拍拍，就是把它都弄搁地了，就让给它墙里的墙里就那弄不来。我不念了，那又刮又干活儿那都不累了，你别的不累了。对对对，你是专业的，都是谁干啥都是干啥。那不连家啥都装备啥都在了。现在这头几装备了，你头五一之前，你不是装备了，你还能淘宝不让能住不是？那要不了，你等到这时候你跑不了几天，又你黑夜没能回来了，你到时候住也不能住，你就回你要住要装修回了，再这还有一个月的，你别着急了。你五一这不是还有一个月的吗？主要是装修回，再这炕又大没电，开个那个楼房不一样，炕是炕。不是，对，装修回了，能多跑一天味儿那不一样。对，多那啥。对，它要不用那个气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抹味儿，也得有点味儿。现在装修早了，多泡一天晚上不是？多泡一天了，黑夜没人回来了。不是你太太是不来，我也知道你太太不来。那我回来是那么回来。这样装修下来在吗？装修这个不说，你说在。就是，那咱那边咱再说不来吧，成功成功吧。啊，就是，人家
这笨大三是说一步赶不上一步，笨大三说赶快着装到家跑宝贝儿，到屋一看也没人房间了，到时候了花花这些孩子也回来，然后家里有什么地方住。最主要是啥？这个日上没那冬天已经追的特别慢，已经不能下脚了，所以他们给了这个屋里也不能住。我是没这还早嘞，到时候你该装修得了。就是装修不备也没法儿似的。没事，到时候嘞装修不备了，俺在城里，俺每天了，俺爹花花开车回来，然后了花花就去水里。啊，去城里弄吧。对，城到街前比如啥也不用再说。